对一个发射飞弹。你要这样拿着，然后我要飞到你。欢迎收听，我们今天要开箱无限系列第四集。一样在百君买到了五种。第一个，它是制作松饼的。他说我可以做出彩色的松饼，就是你放进去的时候是普通松饼，做出来就会变彩色的。试试看。我们有一个松饼机，哦，很可爱。哎，可是它就是彩色的啊，啥？所以就没有变成两种颜色啊，我是以为它有两种颜色，结果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，就是装上去而已啊。所以是我自己会做意了，它也不能扣住，没有一点 magic 感，它就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机器，然后就这样放进去，好吧，这个算我失败了。不过它如果要说它无限也是无限的啦，因为你可以做好之后再放进去，就是一直无限的排这个东西，这样是很可爱啊。好，第二个，噔噔，无限布丁，你可以无限的把布丁按出来，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按布丁，那它这是一个无限的布丁。哦，哎，很像哎，很像。你知道这家布丁吗？它底下会有一个那个透明栏，然后按一下它就会下来。你看它现在是下不来的，然后你要这样。很像哦，所以我们非常喜欢按布丁的，我们就可以无限的按布丁。哦，很像哦，我连盖子都可以一起下来。你看它是扑叽的布丁，就是按下去的意思。而且我觉得它品质做得很不错，打开之后它是这样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小盘子。哎，它没有扣住啊，你还说有扣住，没有扣住。哦呦，这样子，然后按下去，哦，很舒压的瞬间呢。你看大家，它会卡住哦，然后我们这样按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扑叽的声音。欸，我觉得这很舒压，这个真的有无限的感觉，你会非常的想要重复一直这个做这个动作，这样我可以重复的挤布丁，哎，好舒压哦。大家想不想要重复的按它这个布丁？台湾好像是有一根尖尖的把它拉起来，是不是跟这个按这个有点不太一样？这个可爱，这个有一个很真的很无限的感觉。下一个无限切披萨，而且会有那个炸炸炸切披萨，这个圆圆的，来切一下吧。哦，它好像是它的那个什么官网可以印那个披萨盒子出来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在你的披萨盒，看起来就更像。有没有切披萨的感觉？切不开吗？又粘在一起，所以很无限，因为你切不开，你要一直切。所以不好切开，不好切开。它这种就是，你知道有一种小孩玩具，就是所有的切菜游戏都是用魔鬼粘粘住的，就是这个概念啊，就是也是一个无限的意思。那我们要来看一个切的特性，我会转哦。成了四个披萨，合体，又可以继续重复了切。百君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很可爱。你看它上面这个贴纸，把那个有没有
火腿啊，那些花莲都很漂亮。然后这个又是可以转的，蛮可爱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款，哎，又是你最爱的酱咯，避免大家有人没看过，所以可以再介绍一下。来，这个酱，它是不同口味的，是 mustard 的。mustard 酱，对，要飞了。哎，你要讲一下它的功能啊。这个是 mustard。等一下，你要讲一下它的功能。它的功能就是酱丸，这是子弹，然后这个是发射器，叫 mustard。然后这个呢，可以当这个发射器，你看，哦，这样可以当推眼镜器。是这样的，再看起来抓头哎。我再介绍一遍，避免有人之前没看过我们别集。它就是一个挤酱瓶，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它是按下去就会有酱跑出来，所以妞妞它都不打开盖子，它是直接按下去，这盖子就喷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按，它同时就会出来一个酱，然后它的酱也很还原，有个形状在。非常的可爱，而且它有很多种酱，所以你如果收集很多种的话，玩家加酒什么的也蛮可爱。它里面是这样有个扣做的，如果你转扣起来的话，你怎么按都是按不出来的。那你如果是松锁了之后，你这样按下去盖子就会喷出来，所以要小心。像妞妞刚刚弄的，哦，要这样子，因为这样按下来盖子就会喷出来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我觉得它非常可爱，就是无线煮饭锅，非常可爱。我们按下去，这个饭就会煮好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玩的。这个会看饿哎，我现在肚子饿饿的。对，叮叮，它是饭要放在上面，它这样子。对，来，现在是生米，生米来哦，有呢，哎，很可爱耶，里面有生米耶，生米少少的。然后这是内锅，我们要洗米洗好。然后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加热一下，哔哔啵啵啵啵啵啵啵。OK， 打开来。你按了按。我按了，哔哔哔，哔哔哔哔。按住。等它五分钟。咚咚，米饭好了。很可爱吧，它可以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吧。大家应该是没有看清楚，我再玩一次给大家看。迷你小电锅，它有附一个这个，跟之前一直是要同一个牌子的，还有附一个碗，然后小电锅长这样，很可爱。这边还可以放这个电锅的勺，然后我们打开，它里面有一个这个。煮饭内锅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洗米、洗吃、洗吃，把那个放进我们的电锅里面，然后下去煮了，哔哔哔哔啵哔啵哔啵，叮，煮好了，噔噔，我们的米饭就出现了，然后就可以把饭捞出来，盛好饭。那其实它构造非常简单。就是其实你把米先塞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就可以说哦，我这个米是生的哦。那按这个按钮，米饭就掉下去了，它就来这里。它是这样子，米饭就掉下来了，可以这样子啊？你看，哈哈哈哈哈，一个发射飞弹。你要这样拿着，然后我要飞到你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可爱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超可爱，超可爱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真的有这种的勺子。对啊，而且它很精致，还可以把那个饭勺放在电锅旁边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。我看见有米饭，而且你看这个才百均而已，是不是做的很可爱？这就是今天贵家的全部，我最喜欢这个飞色酱，又是这个酱，因为它永远都是第一名，太好玩了，那个盖子可以。我最喜欢电锅，然后还有布丁。都很可爱。我喜欢布丁，我不喜欢这个了。你喜欢布丁，因为它按出来感觉很真实。对。可是我觉得电锅也很可爱，你觉得呢？喜欢。都有无限，布丁也有无限感。好，你喜欢布丁。
家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你们最喜欢玩哪一个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我一直以为它是两面的，我也以为，结果它真的像谷米一样，你看阿米杯。结果它居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两面。讲不讲不讲？拿下。你要讲，然后就喷出来。